HDO， 好大哦，要 HSO， 这什么意思？好小哦，一定要用两只手指头一直比着别人，他自以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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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。哇，有病你知道吗？你们现在是高中吗？大学。大学现在都流行什么？大学现在流行不可能啊，不可能。现实动态会打什么？不可能，我现在出现在这。我有很多朋友这样打哎、欸，我不要讲，说你可以不要再不可能了吗？我这个回答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先没可能，没可能，他是没可能吗？所以没可能跟不可能是差不多的吧？差不多吧，没有没可能才是对的。所以你身边比较多人讲没可能，嗯，还没有那么熟的时候，你第一次听到你是怎么感觉？不对，啊，几个意思？几个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几个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几个意思就是，哦，我很常这样讲，我会说，所以现在是几个意思？就是你现在什么意思？然后对我这样讲是，你觉得这很好笑吗？我会是这样问别人，哎、欸，你今天被哪个男的告白哦、啊？我就说你觉得真的好笑吗 ？YYDS 啦 ，YYDS， 永远的神，永远的神，永远的神，永远的神啊！应该是大陆梗吧？对，朋友会讲啊，朋友会讲。他突然跟你讲说 YYDS， 我是最无视的，真的很瞎哎、欸！你自己会用这个词吗？不会。那你朋友会用吗？他们会，对啊，我就说硬硬的屎吗？我都会跟他说是意淫对象。帅哥啊，或是好吃的，对，就是对面就是 Y Y D S 啊。这首歌我很喜欢，我就说这首歌 Y Y D S。真的有这样用吗？对啊。那你朋友会知道你在讲什么吗？会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哦，我朋友会讲一个叫做呵呵。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呵呵怎么这样？数字二，然后呵呵的呵，二呵，就这样。比如像是我被臭呃呵呵的那种感觉，他就一直打给我，啊，你会觉得很烦吗？我会觉得说你是几个意思？欲打表意，就是我们这一科专否你们学校的吗？只有我们学校有什么？你讲一下。超自以为，他下面会打手势，他会说超自以为，自以为，自以为。哇，我不知道是不好的吗？还是好的？他也很难界定，就是 A P G 你今天穿得很好看的，然后你就会说他自以为。对呀，根本没有这种事情啊。班就一个同学，他超爱这样子，自以为，自以为，他有病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没有什么意思，他都没有什么意思。他什么状况下会这样讲啊？他真什么都这样讲，手要怎么样？手要这样子，枪，然后把这拇指收起来，要在自己的14-45度角比着别人，然后要玩，自以为，自以为，一定要用两只手指头一直比着别人，他自以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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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，这样真的有病。他们是跟长辈讲话也会这样子吗？但不会啊，难道他会说爷爷他自以为的、啊、这样子吗？我很喜欢，我没了。那個、我给你全部了，我没了这样。W M L， 我没了，我没了。H D O， H D O 什么意思？好大哦。屁，应该没有这个你发明的吧？有，真的有。没有 H S O， 这什么意思？好小哦。不要下班好吗？就是依赖这样子，依赖。任何事情后面都可以加这个、啊。依赖。哎，我今天吃了火锅，好爽，我就依赖。他刚刚讲到现在，我完全没有一个相信的。真的。依赖。哎，郁达标现在留言好吗？是吃事实，是今年这一届的三年级。你一开始那个朋友就是跟你讲依赖，然后你是怎么反应？我说恭喜。依赖。哎，现在年轻人讲的都比较没办法接 get 到哎。get 到也是一个很讨厌的话。笑死，好好笑，超好笑，快笑。你会觉得是敷衍，还是真的他真的也会觉得很好笑？我跟你说，要看人，有些人真的在敷衍，就哈哈笑死，我那死你会觉得很烦吗？还好，因为我自己也会打。你如果跟他讲说电影什么电影很好看，我回你笑死，你会觉得我在敷衍你吗？会啊，我觉得就是句点，很句点吗？有想聊的意思。那笑死跟快笑死有差别吗？反正就是要去死、啊。哈哈跟哈哈哈有差别吗？敷衍跟不敷衍。哈哈哈，感觉好像有在回应你，那哈可能就是要句点你的意思，打超多哈嘞，表示他可能真的觉得很好笑。他就是很敷衍啊，然后哈哈可能就是一直笑。那一个哈嘞，他更敷衍。欸、那如果另一半跟你讲说，你跟他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，然后他说哈哈，你会觉得是敷衍还是真的还蛮好笑的？敷衍，敷衍。那如果打他单身打很长一场哈哈哈，是真的。那就没了吗？对，敷衍，那也是敷衍。哦，跟好哦有差别吗？有。我一直想问这件事情呢、欸。每个 O 的差别不一样，一个口在一个屋顶的屋嘞，啊，那个讨厌，那个是讨厌吗？就一个口一个我那个 O 就感觉比较正常，那一个口一个屋那个 O 就不喜欢，看起来比较凶。女生对男生讲好 O 啊，就直接当工具人啊。你感觉很有经验，所以很多女生跟你讲好 O， 对啊，大部分都讲好 O。哎、欸，有差，好 O 不行，好 U 也还好，然后再好 O 为什么不行？好 O 就很说好 O 随便你啊，没有，我可能好 O 好，不行，没有没有没有啊。我跟你说，情境就是呢，那我们明天要不要去吃火锅？好啊，
就是 A 一起信任律师。好，律师觉得 A 很认同这个答案。好吧，就是无奈，就是我不想接受，但是我必须接受。还有那个一个口在一个屋的那个 O 也不一样，不我会觉得很像你在生气的。好哦，会感觉不太好吗？还是好哦，就很像拒点人家。就是比如说今天跟人家讲一个，我今天怎样怎样很好笑哎，哈哈哈，然后对方就说。好哦，好哦，就有点上扬的感觉啊。好哦，就有点严肃。我也是用那个口加我，有在闲聊的感觉哦，就是感觉比较公式化。那好杯，我都用好杯，是有点装可爱，不可爱。那好啵嘞，就是好吧。打注音不会比较好？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打注音啊？自以为很可爱，不知道吗？我会啊，自以为，自以为。所以好吧，好的，好杯，好哦，都有差别，每一个情境都不太一样。今天受教了啦，好不好？年轻人的用语。好，我们刚刚这样听完一连串的语助词，现在头其实非常晕，让我非常想哭哭。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讨厌。我朋友只要这样讲，我一定会给他扒下去。你最喜欢或最讨厌的语助词是什么呢？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